星光大道最新周赛闪亮登场，五组选手谁将问鼎周赛冠军？星光大道精彩巨献。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吧，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步入星光大道。本节目由史丹利三安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谢谢史丹利。今天是一场精彩的周赛，是你一出场就看到好久没有见到的好朋友了。哎呀，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首先为您介绍最最可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老朋友齐豫老师，欢迎。齐豫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欢迎歌唱演员周璇，主持人周群，歌手王蓉。欢迎四位，都是家人般的存在啊！那星光大道的历届的优秀选手是助威团的各位成员，为大家介绍星光大道2014年年度季军白马多吉，欢迎白马多吉。2015年周冠军张薇，欢迎我们的薇薇。2017年年度五强王振宇，我们的铁哥。那2018年年度季军周磊，2018年年度五强刘恒增。中央大道2020年年度总冠军黄奇文，欢迎各位助威团的成员。平时啊在下面观战，但是今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另外一个身份吧，叫新推员，新的职责在身了。对，来吧，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关，那就是闪亮登场。暗去甘地，那心里热爱着黑土地，一年的耕作他终收获，那丰收的喜悦很难抵御。老张家在网上买了牛和羊，老王家不知不觉盖起了楼房，邻居家狗蛋打外地回来呀，跑遍荒山创业忙。俺是农民，俺是农民，今非昔比都变了样，山没水没人没呀，万物齐歌唱，共产党是咱最亲的人。俺们那嘎没没没没，俺们那嘎的棒啊！俺们那嘎山山水水，现在全都变了样。感谢新时代的好，更要感谢党的领导。工会乡村新画卷，俺们明天会更好。嘿，俺是农民，俺是农民，勤劳朴实是俺的根呐、啊。无论到何时，也不能忘本。劳动者是最美的人。来，先让我们认识一下。大家好，我叫张敏敏，来自吉林省德化市秋里沟镇横道河子村。身为80后的我，已在村里任职了13年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看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倍感欣慰。我爱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更爱我的父老乡亲。我立志扎根在这片黑土地，为父老乡亲们做更多的实在事儿。都是村主任，这个村主任在家不光工作认真负责，因为他歌唱得也很好，所以说我推荐他。黄奇文，他是村干部是吧？村干部应该对自己村里的情况很了解吧？啊，还行吧。那我问问你，你们村有多少街道，有多少户家庭，有多少口人，有多少条狗？我是前面我能给你回答一下，我们村呀总共有9条街道，9条街道，403户，1443口人，1443口人。有多少条狗呢？我没普查过，但是呢，入户的时候被狗咬过好多次。靠谱。回答的问题对答如流。
可以。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是吗？啊，今天是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来的。什么？说让我呀在这里呀给我们村选一个荣誉村民。荣誉村民啊，带着我们村民呀一起致富。我觉得应该找一位能给你们唱主题曲的人。我就觉得就是你们村里的什么东西能让他们帮着推销出去，那就最好。哎，你们村里养鸡吗？我村里养鸡。太好了啊。有一首歌叫《小鸡小鸡》，对，黄蓉唱的。黄蓉老师，这比较适合。黄蓉老师，如果你能进下一关，黄蓉就带着我们大家伙儿一起来唱一个可爱的《小鸡小鸡》，好不好？行，没问题。记住了，这个我们村干部推荐的一号选手。嗯，来，有请下一位。大风浪都在一起，自报家门。大家好，老师好，我叫朱天泽，来自河北保定，然后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大二啊？对。你看你，他衬衫别的样子就知道他一定是零零后。哦，就是这衬衫一定要这样别，一定要这样叠，解开最后。那我也可以啊。你哎，谁说西装可以这样叠的？你的推荐人是谁？王振宇老师。振宇，王振宇，好好推荐推荐他。朱天泽同学呢，是一位特别特别有才华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啊。为什么孩子呢？他才19岁，哎呀，然后他也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在他的自己的宿舍拍了一个短视频，他这个视频的背景是他们宿舍同学的各种各样的鞋，然后下面的评论特别有意思，说：“哎，你这宿舍味儿有点大吧？你这唱歌的话，你这有点大蒜呢。”我觉得第三排左边第一双味儿比较大，这个有气味的视频啊。这个孩子特别有才华。就是他19岁，他自己创作歌曲，他自己现在已经发表的歌曲就已经有5首了，然后他自己制作完成，但是还没有发表的歌曲有10首，我到现在为止才出了35首啊！哎呀，是不是？你这个凡尔赛实在是让人……那这不一样，他的年龄已经……我比他大19岁呀、啊。你应该是2002年出生的吧？对，02年我刚上大学，他才出生。所以说，希望大家多多支持2号朱天泽同学。谢谢大家。我看到那个视频，我就想到了我的2601宿舍。干过最恶作剧的事是什么？在宿舍？好像没有，但是我经常有那种情况，就是我妈就是老会给我一箱一箱的寄吃的，最喜欢的一款甜品叫巴哈利，是一种巧克力蛋糕，我都舍不得吃，放阳台，我就一小块一小块那么切着吃，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宿舍里，看到一个黑影蹲在那个阳台口，结果看这个哥们儿，啪拿了一块，大口大口的啃。这个同学叫钱秋安，我记得你，20年了，我永远忘不了你。哎呀，你们男生宿舍里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除了气味之外？就和这老师说的一样。和这个老师？我不配拥有姓名，我叫撒贝宁，我叫撒贝宁，叫倪老师。然后宿舍里边就是，有很多同学哥们在一块嘛，然后说话了、聊天了，都挺有意思的。
那王蓉是住中传的，你住了吗？住了四年。对，你说宿舍什么样子？对，跟这位老师说的差不多。他不会拥有姓名。其实这些有意思的东西都可以当做青春的回忆写在你的歌里，是不是？对对对，好有生活，好有味道。漂亮。我如果能够幸运的话，能够进入下一关，然后下一关给大家带来我的原创歌曲。哇、哦，一般人说唱就唱了，这个这零零后就是不一样。说好的，如果你让我晋级，我唱给你听。好嘞，你绝情。下一位。唱歌时的呼吸，拥抱时的双手，因为触碰心灵才感动，从心跳穿过眼眸变成了问候，疼过的心都感动。我要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即刻出发。当我唱起这首歌，感伤快乐都将为你找到出口。我要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来，自报家门名字吗？大家好，我叫周子慧，今年26岁，来自辽宁。我是一个在追逐舞台剧演员梦想的女孩。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下，我看了第一场话剧，是在国家话剧院出演的《恋爱中的犀牛》。然后我就发现舞台剧实在是太有魅力了，我觉得以后我也要成为一名专业的舞台剧演员，然后站在国话的舞台上。国画的舞台上，目标非常清晰。能演舞台剧的一定是个多面手，会有很多面。周子慧啊，女汉子，一个超级无敌勇猛的女人。以前运动会实心球女生根本没有人报名，然后她一个人去报名，报了实心球项目，破了校纪录，得了第一名，比男生扔的都远。我跟她是邻居，然后我们呢有时候一块儿去早市买点水果什么的，然后她可会砍价了，比我们还会挑水果。周子慧在我们高中啊是一特神奇的人，就只要一考试他永远都考第一，但你可能不会觉得他有多努力。然后不管是当时高二的会考还是高三的高考，周子慧就组织我们大家，带着我们大家一块儿复习，就这人吧特仗义特靠谱，他当女朋友绝了。你的推荐人是？是我。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姑娘特别像我。哎，有点对异父异母的姐妹的感觉，而且她的那个性格特别女汉子，平时大家朋友都知道我也是个女汉子。哎，那薇薇赶快上来。平时张薇那个性格比铁哥还铁。对，如花似玉，绝对有那个就是姐妹像。哎，你们俩能有可能合作一下吗？那我先开始。好好。遇到这个女孩，我都会告诉她，你该那样爱上。Forever Young， 希望大家支持他。谢谢，谢谢张薇姐。如果你能够进入第二关的话，我可以配合你一下。哎呦呦呦！以我在星光大道舞台剧的经验，当然可以。可以吗，小妮老师？哦，亲爱的姑娘，你准备的怎么样？哦，亲爱的小妮老师，我准备的非常好。我的天哪，下一位选手马上就要登场了。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笑语来，我卖衣服他司机，现在标杆小福气，看到了小林和朱迅，他俩长得真是俊，星光大道舞台好，我俩为你们送欢笑。报家门吧，现场老师以及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胖哥，我是胖嫂，我四十属狗的，我39了属猪的。俗话说，猪跟狗越过越有。哦，还有你拉倒吧，我看是狗跟猪稀里糊涂。哎呦，你挺好的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夫妻和普通夫妻一样，是土生土长在大山里的农民。我卖衣服，我开铲车。平时我们喜欢唱歌，生活虽然一直都不算富裕，但是我俩和两个孩子还有一个老妈，生活得很知足，很开心。10年前就梦想能够来到星光大道百姓舞台，今天终于圆梦这里，希望在舞台上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你们刚才说的是哪儿的普通话呀？我这是正经八百的普通话呀。你是青龙普通话，青龙是我们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板栗之乡。每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普通话啊，不光是方言。你当初是怎么说普通话的呢？啊，我们新疆的普通话也很有意思，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曾经有一个丫头子，要给我拉一辈子的拉条子，我没耳识，耳识就是没理他的意思。后来又有一个丫头子，要给我揪一辈子的揪片子，我还是没耳识。如果上天给我再来一次机会，我哪怕一辈子是皮牙子，我都愿意呢。这是新疆普通话。新疆拉条子就是拉条子，揪片子，就是那个揪片子。皮牙子是什么知道吗？洋葱。哦，叫皮牙子。对皮牙子。不是，谁把他们俩带来的？赶紧给我介绍一下。周磊是不是你？对，我是胖哥胖嫂的推荐官。啊，我们俩是一个县，也是一个镇上的。胖哥胖嫂在我们镇上特别受欢迎。胖哥呀，平时在家是开铲车，我胖嫂在我们县城是卖服装的。俩人业余生活中特别爱拍那个搞笑的短视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哥哥嫂子胖哥胖嫂，大家多多支持四号。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我们俩是介绍的，但是刚开始我可相中他呀，那脸盘子都赛过那脸盆子。你拉倒吧。那当时那我那小伙子说实话也是玉树临风啊，看出来了。但说你相中相不中的那搁一边，你爹相中我了吗？真是，确实是我爹相中他了。啊，他大方不？可抠了，没有比他再抠的。结婚有18年了吧？你啥也没送过我。你别说我你别说我抠，那咱俩定亲的时候，我给你买那花不也花不少？你快别听那花，你要越听那花我越生气。给我买了10朵花，跟我说好几十买的，然后我到家我一看，我们大哥拿那一把花，我说大哥你那能买的，多费钱呢，买这些呀？他说的，大集上2毛钱一朵，我买这给孩子玩的。你说他抠不抠啊？一共花2块钱，你这还大方？我那不一点一点的，不也给你买个大金镯子呢？那不后来也卖了吗？干嘛卖了？那这个是我父亲有病，脑出血。他犯了三次病啊，后期也是没钱了，完了他呀给偷着卖了，还瞒着我卖的，说到现在呀，说实话从上到下的也倒挺干净，啥也没有。是啥也没有。但是啊，今天呢，我当着这个现场所有好朋友的面，
说实话，今天我也给我媳妇啊准备一个礼物。啊？我咋不知道啊？真的吗？真的。哎，哪去了？这么抠的你。哪儿呢？咋的？兜里有洞啊？我掉这儿了。哟。哇！啥时候买的？哪的钱呢？哪来的钱呢？不是我私房钱呢，不是这个可不是啊，这不是我来的时候，我们家栗子都已经张嘴了，我上山上捡的栗子卖的钱还没给你呢，我希望来这一趟我给你买个戒指。嗯，说实话，我媳妇啊跟我这些年呢，照顾我爸又照顾孩子，特别的辛苦，跟我东奔西跑的也没享受过福，今天呢我给她买个戒指，我也不会说别的。我给你戴上。太突然了，那你哭啥呀？来，谢谢老公，太意外了。你别说，等我都整哭了。来点实在的，抱抱他。咋的抱？自己家媳妇有什么不能抱的？别亲一个了，我忒不好意思的。你躲啥？这多人呢，到家了。你俩够了，秀恩爱在这儿。到家了，你的姑娘特可爱。到家之后，要不跟一会儿我们跟你们回家。反正今天来参加星光大道啊，不管拿不拿名册，走的时候，好歹拿一袋我们的史丹利复合肥，拿一箱黑沃牛奶给老人送过去。好不好？好，这就是属于我们老百姓的小幸福啊，小确幸。平常不言不语，但是关键时刻这男人拿得出来，我觉得这就是属于他的浪漫，属于你们家的浪漫。那化肥我就不送了，反正金戒指说明生活过得不错。牛奶带回去行吗？那我也拿一袋。行，拿走。来吧，一起有请下一位。李哥，你看我像不像你的老乡？你就是来自吐鲁番的丫头子。是啊，像不像？亚西姆斯斯隆斯纽莫奈杰斯克登斯奈丁盖隆斯乌永斯奈丹，回答一下我刚才说的什么？小尼哥，马上我跟你说。新疆的吐鲁番。除了新疆，别的地儿还有吐鲁番啊？我是来自南国吐鲁番，我们是葡萄城，大家也可以叫我葡萄妹，因为我家里面是种葡萄的。我从小是和妈妈还有外公外婆一起长大的，在农田里干活的闲暇之余，外公会拉起他的二胡，我就会附和着他唱起小曲儿。我们大理风景特别美，我喜欢在洱海边唱歌，在苍山脚下跳舞。希望大家支持我，喜欢我。哦，你真的是你们家种葡萄是吗？对。我们有好多种葡萄，肯定跟你们新疆的不一样。有带吗？
我现在先留一下，然后后面再给你们展示。现在的选手，尤其年轻选手，都学坏了，真的。不那么乖了。我能问你是什么族吗？我是白族。哦，你是白族姑娘，对对对，哇！所以我的名字阿吉西亚就是讲我们白族幸运的女孩。她是哪个白马多吉吗？是你是你推荐的吗？哦，白马多吉，哦，来吧，白马哥，来来来来来。那正好今天两位在一起。其实小尼哥，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他们冰川县每年都有那个冰川葡萄节，我是2年前参加他们葡萄节的时候认识他的。我在后面看节目，他在台上表演节目，他下来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很棒啊小朋友，我说你这个真的太棒了。他就跟我聊上了，就刚才跟你一样，小尼哥就聊上了。他就跟我，白马哥，你喜欢吃葡萄吗？我说喜欢。你喜欢冰川吗？喜欢。好的，你喜欢葡萄，等我一下。拿了这么大一堆葡萄给我，哎，我说我小妹妹，我这个不需要太多了，我拿不走，这个多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那没关系，那你带我上星光大道嘛。挺实在的，几串葡萄换来了。不过你的推荐，他是真的是有才艺，然后我就把他带上道了。太好了，那谢谢爸爸。那我的问题，那些葡萄呢？我吃了。两位一起跟我们合作一首歌吧，好不好？那我就唱一首那个我们云南的歌吧，好不好？好吧。我想要飞过那洱海苍山，飞上那玉龙雪山，飞到那天上人间，看夕阳映红蓝天，依偎在篝火夜晚，带我飞呀，彩云之南。谢谢，欢迎大家到云南，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个阿吉西亚。但是我觉得刚才两个人的演唱，包括他讲到来自苍山洱海，家里有葡萄园，哎呦，我脑海当中就出现那个画面，这不就是我理想的那种生活方式吗？小尼哥，有机会一定请你到我们大理玩。哎，你有没有想象过自己将来退休以后的生活？退休嘛，我觉得我可能会终身工作。要休息。我这个我相信是的，不会，不是说我在一个单位，说我在这个舞台上工作一辈子，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在不同年龄阶段，我一定会寻找我自己爱的事情去做，不管他会不会拿到工资，我都会去做。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如果我可以自由的话，我一定可以想去这个北极去当探险队员。嗯，他一定会一生都在不断探索、不断奔跑的过程当中的。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你的呢？我退休的梦想就是我开个养老院，这个养老院只收主持人。那得多吵啊！你那个这个养老院的时候还没，我永远留一间房给他，他跑不动了，我就把他招过来。我跟你说，我的养老院肯定特别热闹，所有人在厨房里面不是炒菜，是炒菜。周群。对，先报名。我先报名，先占个坑。你愿意住在一个全是主持人的养老院里吗？哎呀，你跟小撒一个屋。哎呀妈呀，不能！不是岁数大了都不分男女了是吗？混合宿舍，真的，我觉得岁数大了就跟小时候上幼儿园一样，就是你那个铺也不分男女，混合的是吧？对，我真的就是希望它是在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悬崖上，看着夕阳，悬崖上，夕阳西下的时候，一手推着朱迅，一手推着小撒。到悬崖边，今天推哪个呢？3、2、1吧。哎呀，我们一起去爬山。想一想，想一想，但是今天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我们将来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把自己一生的事业继续下去。其实老师，我觉得这方面你比较有发言权。您退休还？关键是跟有趣的人在一起，对，做自己的事情。那个养老院那个就不敢进。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本节目由史丹利三安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本节目由为所爱尽所能，始终坚守放心品质的完达山乳业特约播映，喝黑沃牛奶为营养助力，为健康加油。星光大道甄选品牌由奥克玛风冷无霜冷柜特别支持，奥克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五组选手，大家的第一印象怎么样？我们从王蓉开始好不好？我比较喜欢2号和3号，然后2号自己在创作，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3号呢，是我喜欢的那种，就有金属的声音在里边，
所以我很期待看到他其他的表演。然后还有我们的农民夫妻俩，胖哥胖嫂，太接地气了，他们俩说话也特别的可爱。我老觉得这胖哥是你连累了胖嫂吧？人胖嫂胖在哪儿了？我觉得你给他改一个叫胖哥亮嫂，给你们俩加油。嗯，谢谢周群，周群。我最喜欢的是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他的声音很纯净，天籁之音，希望你加油。嗯，谢谢。来吧，各位要投出的是淘汰票，5、4、3、2、1，请投票。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本影频道页，往期内容随时看，幕后花絮请先知，与社群好友边看边聊，同时登录央视文艺客户端参与节目各类。一位胜出，两位胜出，各位选手请慢慢转身看节目。张明敏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农民的村干部，能走到今天，能站上这个舞台上，我就很高兴了。很可惜的就是我这帮助演他们没有表演上，我觉得挺可惜的。我这个不是荣誉村民，这怎么也得给我一个展示的机会啊。要不让我们乡里乡亲的都上来。荣誉村民王蓉同学，来来来，一起，乡亲们一起走上星光大道。我爱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更爱我的父老乡亲。我立志扎根在这片黑土地上，为父老乡亲们做更多的实在事。来吧，一起进入本场周赛的第二关，才艺大比拼。同志你好，你是新来报道的吧？我叫刘峰。刘峰同志您好，我叫何小平，我今天是第一天来报道的。以后我们就是战友了，我帮你。心跳好像闹钟，为什么总在不该的时候放纵？两个人不过萍水相逢，何须何必何来冲动？我是不是让他觉得这一切都很朦胧？何小平快点，马上要集合了。来了来了，1、2、3、4、5、6、7、8、2、2、3、4、5、6、7。小平，你等会儿再说，我正准备年底汇报呢。我今天来是告诉你，我马上要走了，刚刚接到紧急通知，我要去前线了。怎么这么突然？前线现在紧缺人手，我跟领导请示，前去支援。那你多保重，刘芳，我等你。等我回来。当你没有在黎明出现，我会等着你直到夜晚。当你旅途中风霜满面，我会等着
青春华年，等待多年之后那一天，等你回到我身边。小平同志，我们刚刚接到消息，刘峰同志牺牲了。你不是刚才说那个？对呀、啊。如果他能进下一关，你愿意做他的男主角吗？我。要不然这样吧、啊，咱俩即兴来一段。即兴、啊？哦，完全没有准备。咱们即兴一段比较圆满的结局。刘峰回来了。回来了。没有牺牲。你回来了。好的。那咱试一个。好。29军8班3排，战士刘峰向你报道。小平。刘峰。小平，你的怀表我一直都带着，每一天都带着。你一直在等我？我们两个不是有约定，我要等你回来吗？对，当时这个表不走了，你把它重新上了弦，走的时候特意给我看，你告诉我表走了，我当时没明白，原来你的意思是不要走了。但是为国戍边，为国打仗，是我刘峰的荣誉，现在我带着胜利的消息回到你身边了。走吧，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留在云南，留在老山，留在这个美丽的地方，一起把这里建设成最美的葡萄园。可是你还没说，你有什么疑虑吗？难道你难道你已经跟白马多吉在一起了？可是你还没有跟我求婚呢。我好，小平，我现在就跟你，不，我早有准备，那就是为营养助力、为健康加油的黑沃牛奶。我愿意。嫁给我吧。我愿意。因为你是专业演员，我们希望你在舞台剧的舞台上有更好的发展。好，要敢看出去，看他，看着我的眼睛。他眼睛太大了，我有点害怕。没关系，你就看那个镜头，你就看那个镜头，镜头哪个镜头？就那个。嗯。哪个？就那个，看到亮灯了吗？来，对着他，四目相对，深情地跟他说一声：“有请下一位。”有请下一位。谢谢。我们成长红旗下，百姓生活美美的，胖哥烧烤好手艺，爱吃的美丽全备齐，猪肉串、羊肉串，还有特色牛肉串，想吃美味的变心急，小心火炉碰到你，大爷大妈牙不好我给你烫点软的，男女老少齐欢聚，身体健康有朝气，特色美味说不完，保证吃完你还尝，你还尝。亲爱的朋友，我欢迎你，欢迎你们来到我这里，花灯初上星光闪，伴随着烧烤啊，美味的烧烤已来临，老少皆宜，众人欢聚，不知不觉一陶醉，乡亲都来跳舞嗨歌，欢声
声笑语更快乐。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能回你怀中？准备好了吗？是经常会去参加一些综艺类节目，但是经常被要求带着胖嫂一起上，是吗？对，总要求跟他一块上，完了，一直都给我，实际参加节目啊，都是我自己，导演这个现在选我，一说给你选上了，我给我欢喜坏了，说实话。后期了，导演又说你得带着媳妇来呀，完了，我一带他个的，我都心凉了。因为啥我俩不是一个风格，还紧张。没有啊，人家多好啊，淡定从容的。他给你加分你知道吗？有一回我带他上舞台，眼瞅着到我们俩了，我攥着他的手，我还说呢，我说呀，你别紧张，一会儿到咱俩了。回头我一看，嘎，他还晕过去了，你说这这事儿吗？这事儿，你今儿紧张不？今个还不大紧张，因为看到这么多的这个评委老师们都这么和蔼可亲的，老百姓的舞台不用紧张，就跟过日子一样。这就是他们平时的生活状态，一边烤串一边唱歌。对，我烤串的时候吧，还有不少好朋友过来想听我唱歌，点歌，点歌，然后我都给他串。他的歌单，看看一看。哎，大姐，大姐，八八。八来，想家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不说话，爹娘仿佛走到我心头。我都唱到这吧。还有点歌的吗？我要跟他一起合唱。哪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你把嘴里的肉咽下去。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玉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还是哪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为啥不给我送串啊？你拿个三根的你还要，你好意思吗？那个他媳妇儿从来不给女的送串。各位，那我给我老乡唱水手吧，好吧。总是一步弱不禁奋闹中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一起唱。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大家多多支持我的好哥哥，我的嫂子胖哥胖嫂，谢谢。烤串经常就是这种场景，围满了人，大家跟着他们一起唱，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他们每个人唱完吃完都会给钱，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人家挺不容易的，你们吃那么多，你得人不能白吃啊，好吧？直接转给我就可以了哈。好，七位来，希望你们未来唱出幸福的生活就好。对，开心最主要。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就没有唱，啊，真是悲伤。
小说《青衣》也改编成电视剧，他就是痴迷在这个戏剧当中，然后他培养了一个徒弟，然后那徒弟替代了他的位置。但你自己是很喜欢戏的是吗？我是因为我从小跟外公还有外婆一起长大。我一下。外公外婆喜欢戏曲是吗？对，我就经常跟他们看电视，然后在电视上学的。那几下还挺专业的，挺难的呢。对，给大家展示一段枪花。好，好的，可以。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有天分的，又有心中的热爱，当时为什么没有去专门学？因为我们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在3岁的时候，我爸爸因为车祸离开了我们，然后就是妈妈带着我长大。妈妈在村子里面租了一个很小的铺面，我们家里面就是开小卖铺的，然后又种着葡萄，然后我妈妈也想把我完成我的梦想，然后就带我到我们冰川县城里面就学跳舞。每次到选演员的时候，我都会尽量跳得不是很好，这样就不会选上我，我就可以少一笔服装的费用。我一直喜欢这个，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我这次走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小时候妈妈也一直喜欢看，然后外公外婆也一直喜欢看，包括到现在一直都在看星光大道。本来说给妈妈带过来的，她特别想来，然后因为家里又有其他的事走不开，所以这次我就自己一个人来了。一个人来了。但是你好像演过一部剧的女主角，那是？我有一次被我们当地大理州白纸团的一个团长发现我了，真的没想到我就考上了白纸团。今年的时候就是百年百戏，我们白剧的《望夫云》，然后就选到了我当女主角，然后我就演了《望夫云》里面的阿凤公主。这个女孩就是美而美好，就是给我们很舒服很简单的感觉，而且生活当中的那些苦难波折一定要深深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什么比你此刻的热泪更滚烫和真实了。
谢谢小美哥，来吧，来，有请。对哪一位印象最深？我觉得男生今天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因为他很多的歌曲都是原创，原创一定是要加分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选手也很优秀。我也非常喜欢刚才五号的表演，一个那么快乐在舞台上展现的那么亮丽的一个姑娘，其实她背后有那么多心酸的故事，所以我相信所有经历的一切都值得你回味，也值得你继续努力向前，好姑娘。谢谢周迅。三号和五号，就是他俩的年龄我感觉相仿，然后也都是有很有表演天赋的。五号就是借助我们戏曲本身就是一种相对夸张的艺术，他能够把这个张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到翻云覆水那样的一种感觉，艺术呈现力也是非常饱满的。然后我们三号就是更加感觉是现代，热爱自己的表演事业，然后真的努力去追求。好，谢谢王蓉。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养花种菜就用史丹利园艺肥，搜索史丹利园艺旗舰店即刻购买。星光大道精选品牌奥克玛，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奥克玛风冷无双冷柜，让冷柜进入无双保鲜时代，请准备。5、4、3、2，请投票。本节目由为所爱尽所能始终坚守放心品质的完达山乳业特约播映。喝黑沃牛奶，为营养助力，为健康加油。一位胜出，两位胜出，哇，各位选手，请随音乐慢慢转身，看结果。胖哥、胖嫂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完了，还想把我们家乡特产，青龙板栗给大家带来了，还没有吃着，我想还发给大家，让大家尝一尝，因为现在我们有冰栗、生栗，还有栗仁都有了，想让大家尝一下，特别好吃。这什么呀？什么叫冰栗？冰栗，冰的栗子啊！好吃，好吃，真的好吃。希望你们好好的经营自己的美好生活。请走上星光大道。小两口人脸上的笑，喜欢。一起进入我们本场周赛的第三关，那就是家乡美。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
吹响这风铃声如天籁，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时间的浪推着我告别家乡，十年战场帮我换了衣裳，写下银簪花黄，金钱换上戎装，竟是男儿模样，本不想背井离乡，如今不得儿女情长，是讲从此不惧沙场，金鼓擂战鼓响，谁说战场无红妆，铁衣寒光刀剑锋芒，亲手斩家国在脚下，寸步不让，已经幻想换声爹娘，推门让婿让婿姑娘。选择了一首原唱歌曲，原唱歌曲，想表达的是，就是我的家乡辽宁出过一位战斗女英雄，她叫郭俊卿，她在1945年的时候呀，隐瞒了性别，参了军，然后后被授予为现代花木兰。那、而且电影《战火中的青春》是吧？她的主人公原型，可能很多人都没看过这部电影，我们来感受一下。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谢谢您把这个故事带到我们的现场来，让更多的年轻一辈知道它。嗯，好的，一起有请下一位。
一个细节，我们知道白族朋友的这个服饰很讲究，风花雪月。对对对。啊，但是你这个不一样，你是葡萄串串。我这个是改良的，是我们的代言人叫冰果儿。冰的意思是代表我们冰川县人民热情好客，然后果的意思是我们是产水果的地方，而是我们冰川人种植葡萄、种植水果，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用最好的水果款待宾客。我今天还特意给你们准备了我们的葡萄，葡萄，当然了，还有我们的少数民族服装。这么多套衣服，是男生的、女生的？这个是给小尼哥准备的，还给那个评委老师们也带了。小尼哥，你作为新疆人，你认识这些葡萄吗？我可以介绍一下这些葡萄，分别好吃。非常好吃，特别好吃，哎妈，贼好吃，请简单，老好吃了。品种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像手指，所以我们名字叫红色金手指，就像我们小女孩涂了红色指甲油、那你手里的呢？红色。然后我的这个你们看，是它像什么？腰子。不是，底上有点像我们女孩的嘴唇，所以这个叫浪漫红颜。浪漫红颜、对，小尼哥拿的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好吃。这个就是叫阳光玫瑰，这个我们叫它克瑞森。克瑞森。克瑞森。然后它是红红的，然后像红宝石一样、然后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红宝石。红宝石。其实老师说你的呢，
这个就是红提，大家应该都有见过的，因为我们又叫红地球，然后它特别的甜。对，冰川甜美的葡萄送给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冰果。对对对对对，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去他的家乡去感受一下，欢迎大家到我们家乡来。哎，这是用什么种的葡萄呢？这当然是我们史丹利复合肥啊。哦，史丹利复合肥，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瓜果蔬菜就用史丹利复合肥。来，带着这满满的甜蜜，摆个最甜蜜的姿势，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也请大家来听听各位老师对于这一关三位选手他们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三号和五号，三号呢可塑性很强，加油。然后五号呢是原生态的唱法，刚才哈，而且还有花腔的表演也非常不错。谢谢主持人。齐志老师，我还在这个葡萄这个香味当中，但是我有一句话想说，就是什么呢？未曾清贫难成人，未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多才入凡尘。有生活有基础，咱老百姓爱看的就是你们。尤其三号五号他们两位表现的真是难分上下。好，甜，葡萄真好。做出你们的决定吧，依然是投淘汰票。五四三二一，请投票。一位胜出。各位选手请慢慢转身看结果。小朱同学暂时留在舞台上，两位女将台下准备下一轮。好，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给大家唱歌，然后给喜欢听我唱歌的人唱歌。虽然年龄小，但是他身上有一种不是他这个年龄的成熟，包括他的创作能力非常的强，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多的机会在等待你，加油。谢谢，请走上，请走上星光大道。我得用什么状态告诉你，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你，可是连一句再见也没有说，就这样就。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给大家唱歌，然后给喜欢听我唱歌的人唱歌。好嘞，赶快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关，那就是超越梦想。就一样栖息在山顶上。
情是粒悲伤的种子，你是一棵树，你永远都不会哭。女选手实力真的是很强，但总会有一位成为本周周冠军，谁？俩都上，五号。五号。三号。很焦灼。请准备。五、四、三、二、一。请投票。淘汰票哈。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歌者，在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万达山决胜时刻，三号周子慧，来吧，请发表获奖感言。爸爸妈妈，我做到了。我觉得我离我的梦想又更近了一步。我会更努力的，谢谢大家。来吧，星光大道展现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再见。通过采购坚持故事，还没有走到结局。我发遍野爱的利益，哥哥你是否还挂念没在山里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身体，你家在哪里？我家往山头。嘎嘎嘎嘿，是我是人间界忍者无敌，世界在里天气风生水起，怪兽说你滚嘿嘿哈嘿。辛追夫人出行真的不一样，真是又有画师又有琴师相伴。